人啊，请往前坐。从第六排到第三十几排要去日本的客人，请往后坐。结果这小芳说：“哎，那边肯定换的人，请你讲讲讲讲讲讲。”啊，也不好笑，蛮感动的。他准备要拍照了。那他说我跟那个埃及的导游，还有另外一团的导游啊，就正准备要聊天了，我们就听到一个对话，听到一个对话。那个对话是什么对话呢？喂，是我，嘿，我在哪儿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好玩的嘞，咱们现在在希腊。所有的客人有没有离开？看着我，希腊，小文，金字塔什么时候搬来希腊？我看着客人，刚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金字塔到希腊，整个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金字塔在希腊，然后呢，那个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，他的导游整个脸都红的，去问他，您刚刚跟谁说话？哦，我跟我北京的弟弟说话，您跟他说您在哪？哦，我跟他说我在希腊，希腊吧，是吧？哎，咱们是现在在哪里？他搞不清楚他现在在哪里，因为现在开放这些地方，他们就走土耳其、希腊、埃及，跟早期台湾一样走土耳其、希腊、埃及。这是最近破了，有雨季的时候下雨破掉，有一些部分是很不好，一直喷。一直走到胜利宫啊，只有这样，这个马路现在是这样了啊。现在拉吉斯坦政府有决定要维修整个的这个马路，不出来了，一下子就成长了，以后这些记者，电视的记者去采访，他说你现在当省长，你的计划是怎么样的？他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说，很多人在这边呢，他们的计划呢，我不要了。电视上这样说的。有一些地方的情况这样，但是大部分。就是对着中央政府的有一些理
放在它的下面。没有不喜欢，它下面是陵寝，陵墓。小城市的啊，在北方邦里面的北方邦的省委，就是首都是另外一个城市，那个城市叫拉克闹，那现在是北方邦的首都。但是在这边有这个毛阿王朝的建筑，还有一些英国人的建筑，只有31也是在这边呢。这个城市大部分马哈林的人的后代都是在这边的，有20000个人盖这个大马哈林。大马
这边还有一个要。